记载伫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。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的信仰，那些的回，那些的回圣经伫第四十九页，红色的圣经伫七十页，棕色的伫七十页。我来念，请你来对照。就假是因讲，人子的确要受侪侪的苦楚，或者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师欺杀，各受害死。过三日就过活。耶稣用这个话明明甲因讲，必定牵伊来接伊。伊若是伊愿转身看伊的学生，就接伊。必定讲，撒旦退去我的后面，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，是人的事。就叫证人甲伊个学生来，甲因讲：若有人爱对我，就着看无家己，拿伊个十字架来对我。因为既然爱救伊个性命个，袂失落伊；既然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个性命个，袂救伊。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，有什么利益？因为人要出什么来兑换伊的性命？凡若伫这个艰难有罪的世界，世代掠我甲来话做见证的，人子用未的阳光，甲遮的圣的天使来的时，也要掠伊。最见效，这是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到的题目是耶稣，你讲你伫讲啥？今日袂平安。安在顶礼拜是这个大灾祭期的第一个礼拜日。我是伫遮感谢小清文牧师来到咱的教会讲道。听众们应该知影，我是去即个 TAFPC 的灵修会。伫遐吼，我是伫感觉到吼，我真正是无笑的。因是真正有足侪真实，哦，我是拢无遐即种的迄种真实啊，我伫遐足忝。但是即个灵修会办了足袂歹。感觉讲所有的教的人拢学着物件，包括我在内。所以今仔日呢是即个大灾祭期的第二个礼拜日。兄弟姊妹，若是对即个大灾祭期无啥物了解，无甲我今今日用一寡时间来解释即个祭期啥物意义，有啥物意义。其实我嘛是伫新学院才开始听即个 Lent 即个字。即、这个大灾祭期，即个祭期，即个字，我拢无听过，我用大声拢无听过。大灾祭期是过偌济？之前四十天的基督教教的祭期，所以若是你为过偌济之前，除了礼拜日以外，算四十天转来，一天就是即个大灾祭期的开始。这大灾祭期要做啥呢？一般来讲，大灾祭期是用来这个纪念耶稣基督伫旷野甲十字架的痛苦。安怎去纪念呢？传统的办法就是伫这个四十天内底，一个基督徒会放弃，也是 give up 吼，一个歹的习惯来纪念。一个咱都足爱去做的，但是对咱来讲，其实有时阵无啥好诶，即种诶习惯，吼。有啦，比如讲，有人最爱食即个
你的啦吼。所以，就是伫即个大灾节其中啊，禁食，莫食巧克力，吼。啊，有时有的人拢足爱食肉，吼，是讲食肉唔好，我毋是安尼讲，我是讲足爱食肉，所以伫只大灾节期的时阵，就食素，吼，去食素。为什么安尼做呢？就是讲，若是要我较爱做的物件，咱莫去做。咱想看卖，若是要安尼去做的时阵，是不是足困难？是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会感觉困难，就会体会到这大灾祭祀的这个意义。透过这个困难，咱会淡薄仔去了解、同情、甲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旷野的盐，甲是一个。为咱牺牲的痛苦，淡薄仔去了解，这都是传统的这个基督徒伫大灾节期要想要做嘅代志，用这个去陪伴因的心，陪伴咱的心，迎接耶稣的受难甲伊的过往。咱若想要安尼做，还袂想完哦，吼，明仔载开始无要紧，吼，做看卖咧。透过这个行动，淡薄仔去了解。同情甲体会到耶稣基督受死一个伫旷野受的痛苦，但是这个基督受痛苦，我讲这个基督受痛苦，这句话若是耶稣迄个时代讲出来，其实是一句非常无礼的话。迄个时代所了解的基督是一个伟大的国王。所以，当耶稣基督甲你讲，伊是基督，也是还佫会受痛苦的时阵，门徒非常无了解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当耶稣基督安尼讲的时阵，门徒的反应就是：耶稣，你是咧讲啥？基督要受死一个，上帝独生子要受死一个，耶稣，你是伫咧讲啥？我就是要用这个反应来做我今日要做的目标讲的这个题目。耶稣，你是咧讲啥？其实伫这个大灾节期中，咱所有要伫礼拜日读的经在内底读了以后，咱可能拢有这种的反应。耶稣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就用这个反应来讲一套这个耶稣你咧讲啥这个讲道的这个系列哦 ，series。第一到第四，好，咱好好来看今日所读经在内底。第八有两节，咱再来看三十一节。耶稣教是门徒讲，人子爱受济济苦楚，予遮个长老、祭司头、经学士弃杀，佮受害死。三十四节讲，耶稣叫众人佮伊学生。做伙来，甲因讲，若是有人爱要来跟我，就着看无家己，举起伊家己的十字架来跟我。若是伫遐咧看，在咧读这个经节，第一个咧看读这个经节的人，第一个反应真正就是讲，耶稣，你是咧讲啥？人子会受济济苦？受害死，上帝独生子会受苦。耶稣，你是咧讲啥？还佫有，若是做你的门徒，阮就爱举起阮家己的十字架，阮就爱对你的十字架，对你十字架受十字架。耶稣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有无搞错？为甚物耶稣会安尼讲？简单的讲法，就是要教示咱做一个基督徒。几十年前，有一个位，一个俄罗斯来的，来美国啊吼。拄到的时阵，伊就走去这个超级市场遐买物件，因为伫俄罗斯啊吼，无法度看到超级市场，无法度看到超级市场，因为俄罗斯迄时阵无超级市场这个物件，所以到超级市场啊吼，都欢喜的，看见了哦，一看到哦，牛奶粉，哇，敢是这个把水冲落去，牛奶会使啉吗？哦，奇妙啊，奇妙！了的嘞，伊就足欢喜的，继续看。哦，感觉食，感觉食的嘛有粉嘞。哦，水放落去都有食，过感觉
安尼，啥物物件，你甲水冲下去就有啊，足好个哦。啊，伊就行行到超级市场另外一个所在，伫遐看，哦，够稀奇啊！竟然你买这个 baby powder， 无可能嘛？伊讲无可能，咧水冲下就 baby 蹦出来，是毋是？是啥？这是笑话，当然是笑话啦吼。因为咱拢知，毋是每一个代志拢是较简单的吼，水冲下去就有啊，是泡面安尼啦吼。毋是每一件代志拢是得来速，诶，听你讲的这个得来速，你听无？听无？哦，我这个速我是就等于台湾在学着的，得来速就是 drive through。Drive through， 哈，那用这个东东的这个腔来讲 drive through， 哈 ，drive through， 哈，啊 ，drive through， 哈，就是 drive through 同款，你无听过，真正无听过，我吼，哎，我，落后啊，哎呦，就是 drive through 诶，这个同款啊，会使摕到，马上会使摕到诶，这个意思，台湾人做搞翻译个呢？为什么这个 drive through 吼 ，drive through 吼，就是咱即卖现代人都习惯咯，都啥物代志拢 drive through， 做者物件水冲落去，也是这个口袋内底有诶吼，做者物件拢免带，拢免带。来数吼，但是咱嘛做了解，做一代志毋是遮简单，毋是得来数。做一个医生毋敢是得来数就有啊，你去 order 一个要做医生你就有啊，无是安尼吼。爱去大学，爱去医院，医院毕业以后，啊实习，这种我都做一个医生。啊，做医生了嘛，每一年都要继续学习。爱参啊参，那爱去这个 conference， 爱学新的物件，爱用新的办法、方法来医治病人。做医生是安尼，做一老师嘛是安尼啊。大学研究所了，伊实习以后几年才使才使做老师教师。还佫有一个物件，做一个代志嘛，毋是得来做，是做基督徒。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嘛，不是 drive through 嘛，无一个 Christian powder 你冲落去啉一下，就是好的基督徒，无这种代志，无遐简单。有人想讲，咱接受洗礼以后，咱就是完全的基督徒哦，这不是接受洗礼以后就无代志做啊，受洗以后就是好的基督徒，这是误解。有一个调查，伫所有的青少年基督徒，就是13岁到20岁遐的基督徒。敢若有11% 有信息的信用，11%。新年呢，会记录到的，哎，嘛好偌济啦，嘛无好偌济。敢若是32% 有信息的信用，为什么遐尼低？因为咱受洗以后会发觉，受洗敢若是一个人生改变的阶段的开始，人生改变。诶，这段开始，生命要完全改变，受到圣灵的影响，是需要足长的时间，需要足多的磨练、考验，也佫嘛爱受到艰苦，甚至于对咱生活中一个方向、一个方面，对迄个方面也是行动失望。死亡了，咱才有真正会再看到生命、生命的改变的结果。这就是耶稣要教示门徒的，做伊的门徒爱行去的十字架，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就是死亡的意思，爱跟伊。这个十字架就是对咱生活中一个方面，即思想的阻碍，咱的信仰成长的，对迄个来死亡。造成生命的改变，这个死亡就是第35节的意思。耶稣伫遐讲，竟然爱救伊的生命的，要死落去。
既然为着我，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的，我要来救伊。为什么耶稣要安尼教示门徒甲咱？为什么爱失去性命？失去性命，咱来想看卖，失去性命到底是福音？听起来无，毋是。这个原因需要来解释一下。顶礼拜啊，顶届我刚刚就是两礼拜之前，有讲到这个日高在天，八洲日高在。底下耶稣问这门徒：“你讲我是谁？”彼得就回答：“你是基督。”即阵足侪圣经的学家拢讲是马可福音的基点，就是 climax 上悬一点。当彼得甲门徒前耶稣讲伊是基督的时阵，迄点就是福音的观点。但是咱若继续读第三十节听，因就更加因卖甲这讲出去，卖甲这讲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影，虽然门徒前耶稣是基督以外，还有足济因需要去学的。虽然信任耶稣是基督，门徒的信仰也是非常的软弱，也无完全了解做一个耶稣的门徒、使徒是啥物意思。啥物意思无了解，就是咱今日经节内底读的，就是耶稣的门徒是一位会使行起伊家己的十字架的基督徒。伊对彼得甲遮的门徒的期待就是安尼，对咱也是。门徒的反应，伫遐惊吓，咱对惊起咱家己的世界的反应嘛，思想嘛是安尼，敢是？兄弟姊妹，咱回倒去想咱受洗的时阵，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基督的时阵，救主的时阵，敢咱敢是伫所有的兄弟姊妹面前大声讲耶稣，你是我的基督？有，其实迄个时阵，就是咱的信仰旅程的上悬一点 climax， 甲门徒同款。之后耶稣马上就教示门徒，之后马上教示咱，要来跟我的，一定爱行起咱家己的十字架，爱有牺牲。这个教示为这个观点。这个教示真正残忍的。耶稣看到门徒接受伊的福音以后，马上就为这个上悬的这个点遐，甲伊救落来，叫因爱行起是一个，爱有生命牺牲，叫因甲伊同款爱受艰苦，听起来就残忍的感受。其实上帝拢有安尼叫咱去做，咱可能无爱去听咧，因为这无好去接受。要行起是一个无好接受，若是干那叫耶稣基督、阿乐耶稣基督、阿乐上帝，咱拢愿意。叫咱行起是一个，我想看卖再讲。马丁路德有两套这个神学来解说这个反应。的其中的奥妙，第一个就是 theology of glory 荣耀神学，第二就是 theology of cross 十字架神学。伊讲马丁路德讲耶稣基督这个人，伊伫世间的使命，会使用这两套神学来给解释。荣耀神学是一套著名的，一种免解释就了解的神学。这种性格，咱为这个生活中的经验，就会使去体会的一种的性格，也是一个人会使去简单去接受的性格。用这个性格来解释耶稣基督，就是讲上帝耶稣基督是有一个有价值予人去荣耀的。这种性格，平常的人拢无办法去接纳，因为人去荣耀上帝，人去荣耀神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但是为十字架神学来解释耶稣基督，就是安尼啊。马丁路德讲，伫十字架神学内底，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
受艰苦，表面上做软弱的人物，这个软弱的人物是上帝的代表人，代表者。上帝启示是为这个软弱的人物出来，一个创造世界的上帝是一个软弱的人物，这跟世界对一个上帝、一个神的期待有大大的矛盾。上帝绝对价值让人去荣耀，但是受死一个受艰苦死亡，敢是一个上帝、一个神应该去做的代志。所以马丁路德讲，这个十字架上啊，的耶稣基督，唔单单是平常的人未去接纳，基督徒嘛，不爱去接纳，有时阵嘛不爱去接纳，做歹去接纳。就是安尼，当耶稣基督叫咱啊行去十字架时阵，咱的平常的反应就是耶稣，你伫讲啥？上帝救咱的，你是救咱的，救我的。但是救我要去牺牲生命牺牲，你是在讲啥？当阮到第一届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阵，迄时阵可能是感受、敢接受耶稣是一个荣耀性圣洁的基督尔，有价值去荣耀上关的上帝、伟大的国王。这是都好接纳的啊！当咱第一届伫众人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咱所接受的思想拢嘛是共款，敢若是迄个荣耀圣洁的基督尔。耶稣知影这，所以教是温度，即摆你教是咱，莫敢若接受即种的基督就好，就是爱接受即个十字架圣洁内底耶稣基督软弱的人物。受苦的时阵，咱受洗的时阵，是干是接受这个婴儿圣洁基督尔，一位疼有能力的耶稣基督尔。但是伫这段经节内底，耶稣为迄个弯弯的点，才很多救得来。耶稣要提醒咱，耶稣也有对其他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期待，对咱基督徒另外一个期待，就是会使举起伊家己的十字架温度。做基督徒，唔仅仅是接受阳光的上帝，嘛是接受受艰苦的基督，受艰苦的使命，受十字架的基督，咱家己举起咱的十字架。所以，当咱听到耶稣要咱，予咱去举起咱的十字架时阵，咱应该有啥物回应？是毋是甲彼得共款？甲雅各、耶稣甲你牵去边啊？哦，即位耶稣，当然毋是。我感觉咱应该有两个回应。第一回应就是咱要了解咱家己的十字架是啥，了解以后，咱就爱家己举起来。有一个艺术家，有一天，伊伫路边看到一个一大个十字架，伊足爱这个十字架，所以一大一大，所以安排把这个十字架要买起来，把这个十字架要提回去因厝去遐看，提回去以后，看一哇惨！伤大，提不起哩。结果安尼做，安怎做呢？伊把厝，把个厝的壁拢拍掉，把厝顶压悬，把伊的厝完全整修，为了这个十字架，完全去整修伊的厝，伊的所在。咱的十字架是啥？咱敢有整修咱的生命，甲咱的心来接纳咱家己的十字架，也是。咱是一个也住伫弃杀的路边，倒伫遐。上帝一定予咱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十字架。迄个十字架是啥呢？咱应该清楚，一定爱家己举起来。这个十字架一定毋是咱爱做的代志。第四，咱做基督徒对耶稣基督为着要救世界十字架，耶稣基督为着要救世界十字架，咱基督徒嘛有责任甲伊举起来。长是28，咱拢做清楚，这个日子对台湾的意义足大个。但是咱嘛爱记哩，这个日子，这天嘛是对台湾救
督教会，咱基督徒的意义嘛是足大。做滴基督徒，就是为着因为看到上帝要救台湾的启示，勇敢行起这个民主义、民主意义的十字架。啊，就是安尼，牺牲因的性命。所以耶稣要给咱的，不仅仅是私人的十字架，有时阵是有社会性的、世界性的，不一定是台湾的。世界性的十字架，这是啥？咱愿意甲伊，咱甲愿意甲伊举起，还是甲伊弃上伫路边倒伫遐？咱的回应就是爱举起遮个十字架，这是足艰苦做。但是十字架是靠耶稣基督嘛教示咱，虽然艰苦，耶稣基督甲咱相隔伫地。因为耶稣也是拿起伊的十字架，在咱的聚会内底，有一个倒伫路边的十字架，不知你有看到？咱用几分钟来思想，咱个性的十字架是啥？上帝在咱私人的生活中，把咱拿起。也是看咱看到世界混乱，有一个十字架，上帝要予咱去行起来，行起来，咱来思想，来写起来，把迄倒伫路边的这个十字架行起来，提上去咱的厝，入咱的心，咱来记哩，耶稣基督讲，既然爱救伊的性命的，要失落伊。既然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，要救伊，我要叫美丽弹一两分钟甲三分钟的这个音乐，咱来思想咱的十字架是啥？伫图里内底，你毋知有看到伫咱主路内底，迄是倒伫路边的这个十字架，咱愿意要甲伊拾起。咱用两分钟到三分钟来思想，来写起来，提登去咱的厝。既然为着我，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，耶稣讲，我要救伊。耶稣啊，你是讲啥？